大家好，好想听到小奶狗的声音嘞，哇哇叫。原来跑出门外去了，到底是他自己爬出来的，还是狗妈妈叼出来的？好可爱哟！看他爬不进去，抓了他一把。现在很活泼了，应该出生有20来天了。狗妈妈老是盯住他的儿子，生怕被人偷走。胖嘟嘟的，太可爱了，越来越活泼了。谁愿意给他起个名字，在评论区留言一下。终于知道是他自己爬出来的了，现在把围栏加高了一点，怕他跑到马路上车多，主要是为了他的安全着想。看上去很委屈的样子，喜欢的帮忙点个赞。